嘿，小小智慧树，小宝贝大声唱，正在播出。你就是你，快点拍下小宝贝大声唱的播出画面，上传到微博，艾特我们吧。上传到微博，艾特我们吧。第九名，第九十九名，第999名幸运小粉丝将有机会来到小小智慧树的录制现场哦，快点拿出手机拍照，艾特我们吧。刚才三个家庭的表现都很棒啊。嗯，是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的小歌手们要去幼儿园里找一位小伙伴一起来唱歌哦。好，来和自己搭档来完成歌唱的任务，看一看他们的表现吧。今天鹏鹏和三个小歌手来到了冬棉花胡同幼儿园，三个小歌手的任务就是找一个小朋友和自己合唱一首歌，他们能顺利完成任务吗？哦，欢迎我们的小歌手，今天你们的任务是找人合唱一首歌，那你们都想唱什么歌呢？妈妈宝贝。哇，这首歌好温馨啊。那米卡呢，你想唱什么歌？小燕。哈哈，小燕子啊，小燕子，这可是一首老歌了。豆豆，你呢，你想唱什么歌呀？那你要唱什么歌呀？那你快想想要唱什么歌呢？唱什么歌呀？不知道。那你快想想要唱什么歌呢？你都问我好几遍了。你们想跟谁一起唱歌呢？我想跟米卡一起唱。我也想跟米卡一起唱。哇，米卡，你的人气很高哦。现在我们的任务就要开始了，让我们一起为自己加加油吧。加油加油加油，耶！哇，这里有一位好漂亮的小姑娘了，豆豆，你是要和她一起唱歌吗？老师，我也想唱这首歌，咱们一起唱，啊，好，备起。真的很意外，他今天这么顺利的完成任务，这可能今天碰见那个小姑娘，她也挺喜欢的，然后就是两个人配合得也很好。哇，豆豆找到一个小妹妹，和她一起唱歌。任务完成，妍妍，去找小朋友唱歌，好不好？咦，妍妍好像不开心了。妍妍，去找小朋友唱歌，好不好？进了小屋子，在妈妈的鼓励下，妍妍最后还是勇敢地来到了教室。啊，乖乖你小，快看，老师和小朋友正在教室里开心地表演呢。快点上去给大家唱一首歌吧。我爱大家来唱首歌吧。我希望他通过这个节目呢，能够学习什么叫做勇敢。哇，妍妍好样的，你是最棒的。让我们看看米卡的表现吧。让我玩。
喜欢唱什么歌呀？抖音，抖音，抖音。你愿不愿意跟我唱首歌呀？小米卡找到了两个好朋友跟他一起合唱。哇，三位小朋友表现得很棒，都充满了自信。其实只要有自信啊，长大以后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不管你是想成为歌唱家、舞蹈家或者是主持人，小朋友们为你们的梦想勇敢的前进吧。是的，哎，说起这个主持人，我们今天还请来了一位主持人，哎，他就是小朋友非常喜爱的素有舞蹈小王子之称的一天哥哥，十二频道的一天哥哥，看一看他和小朋友们的精彩表演。一只大花狗蹲在大门口，眼睛黑黝黝，像吃肉骨头。哎，爷爷，请我喝茶好不好啊？是谁呀？小袋鼠。哇，你答对了，太棒了，米卡。我的宝宝最可爱，咿呀咿呀哟。哇，爷爷豆豆，来，我们一起到前面来，一起唱好不好？我有一只大袋鼠，咿呀咿呀哟。我有一个大口袋，咿呀咿呀哟。猜猜猜，猜猜猜，是谁住在大口？是谁呀？小袋鼠。哇，你们太棒了，都答对了耶。我的宝宝最可爱，咿呀咿呀哟。哇，太精彩了，一天哥哥表演得很棒啊，我都没看过瘾呢。啊，真的？对啊。接下来呢，让我们请一天哥哥为小朋友们献上一段舞蹈好不好啊，有请。太棒了，大家一定非常喜欢看啊。哎，那我们三位小朋友表现都很棒，他们将获得我们送出的荣誉证书还有奖杯。哎，他们都是我们的超级
级小歌手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好朋友托托还有小嘟嘟上场，为他们送上荣誉证书和奖杯，欢迎你们。好，表现很棒，很棒哦，米卡，米卡加油哦！好，最后是我们明月，都好棒、啊不客气，来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。